全国的战友发到全国去给全国的战友看。我呢昨天在医院是我跟栾江江班长在这儿，但是呢政府派了四名人员在监视我们。我们是怎么回事呢？现在他们传出一个谣言说我们两个已经出院了，这是一个虚假信息，是瓦解我们，是分化我们的一个虚假信息。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昨天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傍晚的时候我们已经猜到了，他想着为什么要必须把我们两个控制住，控制住想着拿着我们的手机，然后呢用我们的身份往这个群里发布这个虚假信息，说我们已经妥协。我们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想尽办法脱离了这个医院，走到了一个地方躲了一晚上，让谁也找不到我们。所以说我们之前呢在这个群里发了一个信息，只要是我们手机发出来妥协信息并为假的一些信息，以我们两个人到场宣布为主，这是准确的，最准确的。好，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政府又发布了一个假信息，说我们两个人已经出院了，身体已经康复了。昨天呢我们在医院的时候是打着托架啊，就躺在床上不能动，我们就战胜信息以后呢我们必须马上到场。这其实我是瘸了，我就是跪在这儿，我要给全国战友一个交代。只要是我们是正义的，我们是维权的，我们一定能够并肩前行，你采取任何手段对我进行打压都起不到作用，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一直在这个维权路上跟大家一起并肩前行，要死也是死在天安门。所以说请战友们相信政府传播的消息子虚乌有，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全国的战友。2018年10月5号上午11点啊，青岛退役军人来平度，不是来旅游的，是为被打的老兵讨说法的。2018年10月5号，青岛退役军人为平度老兵无辜被打讨说法啊！队伍都集合完毕了，请全国的战友关注啊！2018年10月5号下午，我们正在各个地区在正在集合，大家看一下啊，都在集合，清点人数，都拿着打狗棒，就没打狗，是黑嘛，黑就黑狗，打个招呼，寂寞的兄弟，好。2018年10月5号，青岛市军转志愿兵士官义务兵为旅游被打战友啊，到市委讨说法。在家没到场了啊，赶紧行动起来啊！Yes.
看一下啊，我们四川成都啊，现在战友在三个小时集结了这么多人，我们准备到四平大道买票登车。全国的战友们啊，这是我们四川成都啊，我们的转业士官志愿兵，所有的那个退役军人现在在成都火车北站啊，准备声援我们山东平度战友啊。我们三个小时在成都集结了这么多啊，马上准备买票了啊！全国的战友们，这里是四川成都啊，整个四川省今天的那个转业士官志愿兵，还有其他退役军人呢，我们现在正在成都火车北站啊候票室等候买票上车啊，也希望啊到达前方的战友呢能够坚持住。啊，我们用了短短三个小时时间啊，大家自发的、自愿的，那么到了成都火车北站。攻坚时期，敏感时期。9月30号是我们成都市市委书记张杰共事的日期，他准备到青岛保训系干主任，在这种情形下他继续维护社会的形象，继续打着枪和打着枪唱反调，侮辱殴打我们的战友。今天我们的战友都来了，为我们平度的38位战友鸣不平。父老乡亲们，战友们，我们是金刚老兵，只落实旧政策，不要求他出台新的政策。战友们对不对？我们落实就是落实旧政策，有没有错？有没有错？父老乡亲们，战友们，我们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基本原则就是要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并为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的思想基本原则，这是马列毛泽东的思想啊。所以说我为了我们维护我们的权益，为了维护我们的自己利益，我们团结起来，有没有错？战友们，父老乡亲们，谁阻止我们，谁打压我们追求我们公平正义的权利，谁就反对中国共产党，谁就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说的对不对？对。父老乡亲们，战友们，我们今天到市来参加为我们38位平度战友的维权活动，鸣不平，追求公平正义。啊，我们走到今天，走了很多的路，我们有的战友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的打工钱做过了路费，数次到北京去，被他们雇佣的很社会，殴打我们。3811，3811战友们，我们陕西两团观察组星夜兼程，赶赴平度。还有辽宁省第3批战友来到山东平度支援。看我们的战友。10月6号早晨6:40啊，这个过来声援的战友，江苏的战友，哎，欢迎欢迎！哎呀，都得出来逛悠逛悠啊，这个在家里不行啊，这个你看吧，
战友们都预备了这个讲师，生怕就被流氓打呀。好好好，哎，我是不敢在家待了，这个有人要搬我，我他妈吓得我出来躲躲。看我胖啊？谁啊？我没没。哎呀，我的妈，出来躲躲，在家里不行啊，都要搬我。你说这个吓人了，吓得我妈的出来了。我是王在龙，蒙阴的王在龙。现场为您报道，这是青岛的平度现场，这是最真实的报道，正在发生的。这个打狗棍啊，我们的打狗棍都准备好了，看看啊。到了，说。这个腿脚不大好了啊，一人发一根拐杖啊。三九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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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5号晚上9点，山东青岛平度。看来啊，战友们还在这里为被打的老兵讨说法啊！你看啊，全是啊，看2018年10月5号晚上22点啊。辽宁省退役军人赶到山东青岛平度，啊，全国的战友啊，看一看啊，那辽宁省的战友都赶到了，你还在干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啊。寂寞的战友从寂寞带来了衣服、被子。晚上12点了，寂寞的战友又从寂寞赶到平度，送来了衣服。
啊，现在是江苏战友跟全国各地山东本地战友会合啊。欢迎战友到来。战友们辛苦了。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现在还在平度常州路的附近人民医院，现在气温是15度，看看战友们比较冷啊，坐着这靠着墙，比较困，又冷又困啊。战友带着薄被子躺在这儿。维权是一个很辛苦的事，必须有强大的心脏，还要有较好的体力。你看看这个战友直接趴在这就睡着了啊。哎，中午老宋继续在忙着打电话。哎，这些战友带着钢盔，防止那些坏蛋们，保护好自己。对，手电，对，对对对，战友们靠着这，还有美丽的军嫂也躺着睡着了。啊，美丽的军嫂啊，看看好多还带着孩子嘛，大家也看得见啊，小孩没人照顾，直接带到现场来了。战友们这边看看，这边很多战友靠在里面看不清，黑乎乎的啊，这些地上睡着的，这些趴着睡着，这个地上睡着一个战友啊，大家看一下，这边很多战友都睡在地上。如果没有院区，我们不可能去集结在一起去寻找一个我们想要的东西。战友被打，我们必须要声援，因为我们战友亲如兄弟。好，又到这边了，转了一小圈啊，都非常非常辛苦，都困了啊。战友们，大家也看得见什么位置啊？人民医院附近，平度人民医院附近啊。看看这个战友也戴着个头盔，怕被打，保护好自己。哎呦，副总指挥。战友们，2018年10月6号，这是咱们在山东省平度市维权的战友。坚持到一晚上的时候，现在他们都疲劳的在露天宿营。你看战友们多么的辛苦，这个后方的战友，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这都是现在的战友，有一部分去接战友去了，有一部分组队去方便去，组团水方便去。你看看对面的，可能也可能看清了，也可能。看好了，这是2018年10月6号平度啊，中午，现在警方已经增加警力了。我估计我看到车来了有6辆大巴车，还有10多辆那个警车。这是2018年10月6号中午啊，在平度江北农业技术市场。平度有点那个警察呢，这大车都是警察呢，这些大车都是警察呢，又往那调警察了。希望全国战友过来声援吧。看一看
青岛这个平度的出口公安都在拦截，大家看一看，看一看啊，这是现场录像。大街上周围的信号都封了啊，这是在线路的，录了等回家给他们发。他们去路封了，郑州路一民园西门也封了，一民园东门也封了。把外地抽调来的警力啊，看看啊，这大巴车全是把外地抽。2018年10月6号下午2点左右啊，山东平度江北农业技术市场，现在警方增援车辆来了，我也希望全国的战友啊前来增援来，越快越好。我叫王伟。警察看看，警察动手了，打！你哪的？我就当地的，我对象是梅河长。我们常州。常州江苏的。常州。河北的。你河北常州的。啊。我们今天的。